们来聊一聊关于推理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元素——背叛。如果是被讨债来剁手指，应该不会剁了手指就马上把他杀了吧？又来了，跟你讲没有疑点。请问，我现在是在被问话吗？你有需要被问话的地方吗？先生，十年前的社团书签是谁？谁放了？每周日晚间十点，敬请锁定台视卓剧场《滴水的推理书屋》。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。